经常被忽视的这个 KYL6 也是刚才在比赛当中发挥的非常出色的一个内线啊，前哲压力又大了。Lisa， 阿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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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阿福呢还是阿福呢？就是阿福，不，不要阿福。不一定，看情况，反正先让兔兔先拿到一个比较顺手的一个控手，一个控位。看一下这边二班。我要搬内线了，这边是会不给阿福吗？哎，搬一手老鱼头，信我，搬 GPS 就搬一手老鱼头。但秦泽刚才拿赤木也还行哎，这边果然搬阿福。哎，真给面子，直接是搬了一手阿福。嗯，但是也是知道你这边 KYL6 选的是。是，但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打双塔了呀，工程加双塔，小田樱木这样的一个组合，也很顺手的。嗯，而且这个。双塔的话小田可以拉的空间其实是蛮大的，只要你那个站位啊，看一下 GPS 怎么来防吧。果然是老鱼头啊，嗯，剁椒鱼头。流川枫，流川枫加工艺加鱼柱，其实整体性来说的话并不是非常的兼容的一个阵容，就看他们怎么打，因为感觉是那种各打各，或者说是流川枫把球分出来，因为分出来了以后也没有说那种可以直接出手的点，这样工艺的话也还是要接到手里了以后再打一个这个速投的技能，就没有那么快，没有阿神那么快。对，这要看自己怎么去打。嗯，毕竟来说现在因为你内线并不是个传导球比较好的一个角色，反正只是一个最多就是个假扣真传，就看这边双方怎么去拼，但是进攻方面绝对是 Wink 更好打一点，他们太多的点可以跟对方去玩更多的一个说猜拳了。是的，这边阴阳突突的话其实防冠北的一个攻击也挺压力挺大的，单防的话是，而且这边小 K 打得很直接啊，横传，哎，差点，还有球是捡了回来，突这边直接再往外分，中投受干扰，篮板球，篮板球，这边秦泽直接先拿到。嗯，给到小 K， 小 K 还是要去做一个组织，直接顶头，严重干扰，哦，没进。秦泽拿到这个板自己，哎，哎，你这一招，大家都知道你喜欢这么干了。而且鱼柱的这个出手，不管是灌篮还是上来，都挺慢的。你看，等他起跳，跳到三分之一的地方，你再跳，这个球还是能冒。对，都来得及。嗯，哎，这边挡拆的一个，但挑球了以后，球是被 Lisa 拿到。是。传球，传球，转身，一气呵成。哎，这球打铁，这拿到这个板 ，GPS 又拿到球权，看一下怎么来进攻，扣传。我生怕秦泽直接真扣下去。哎，转身就复刻一个。嗯，流川枫在学到这种后撤后仰技能的时候就是、很烦，嗯，就他太难防了。而且他有一手假投真传，那这个时候可以就说灵活的去打乱对方的一个防守阵型，抛投控位，好球。那接下来就看这边 GPS 怎么去打进攻，分球，小哥这边再分，再给，自己来被冒下来，但是好像是有一个怪帽传球，直接顶头篮板球，这边，哎，这边还是双塔，嗯，对，双塔这边还是太稳了，转身又是个控位。但是好在双塔对面是一个鱼柱嘛，就鱼柱本来人家双塔你可以挤一个，就挤住像花形这样子，但是鱼柱因为力量大，你也挤不住它。嗯，看这边再跳，哦呦，秦泽这边这把发挥的还蛮稳的，是单塔抢双塔是也没有落下太多。没错，看这边再传，不急，让这边兔兔重新组织进攻。哎，失误了，失误了。你永远可以相信他的失误。小心一点了，这边开启了一个电光火石，直接顶头篮板球跳球，再给营养兔兔做组织，原地投严重干扰篮板球。是的，但这边秦泽已经抓到五个板了。是的，这一把真的非常稳。哦，这个传球真的要小心。是的，直接被截断后仰顶头篮板，第六个板，六板，但是小心一点，有一个红光一闪，看这边篮板球，哎，没办法，双塔实在是有点痛苦。好帽冒下来之后，虽然有地板球保护住，但是这边进攻怎么打？看一下，兔这边转身被撞停，再横传，哎，被工艺拿到球了。是的，哇，但是这边又被截了回来。KYL6给到小田，这边要兔兔进去直突假动作传球，但是没有及时，但是有大招，直接开启一个大招。这样的话 ，Wink 现在应该是一个10-4，现在有6分的差距。是的，我感觉 GPS 会不会刚才
哎，这边被干扰了，哎，这球进了，那又追了三分回来，会不会刚才被第七击打得有点泄士气，然后就隔了那么几分钟上来，马上又要开始打这个季军赛，会不会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他大家在语音的话就不太说话的那种样子，气氛不太好。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只能一晚上一次卫冕，太差劲了。是男人就得做一夜七次郎，要稳住，加油加油，担心他们的身体。你看现在依旧咬得很紧啊，三分，一分多钟的时间还是有机会的。阴阳兔兔这边被撞田直突，假动作传球，原地顶头篮板球，看着小天能不能抢到，抢到了，再来一次，给小天直接抛投，又是个空位，14-9。看接下来，现在14-9，大招经济独立，传一个，我一定是。看一下这边还是阴阳兔兔持球直突，侧步还绕了一下，阴阳兔兔很坏，但这球没进，这边补扣也没冒下来，那这样的话球接下去打进之后，现在依旧是个五分的差距，严重干扰，篮板球 K526 保到，这最后几个板还是挺关键的，前期的话可以让 GPS 有板可以追分，但是现在最后的几个板是打心态的板，是，但是这边可以看到，哎，还有进攻板，问题不大，真的是怎么到最后就不大行了呢，每次都是这种情况，能不能坚挺一整局啊，就是状态完全就是不能保持到最后。但是还好第一局问题不大，哎，中间起来了一部分，舒服了舒服了，然后发现哎怎么又不大行了，就第一局还好，第一局的话这个比分差距其实也蛮大了，就有13秒钟，就是肯定追不回来了，是，但是感觉 GPS 这边至少来说内线篮板球有保证了，问题不是很大，空位三分命中，但是时间来不及了，差6分呢，但是不得不说 Wink 这边就关键就是配合打得好一点的话，尤其是 Lisa 这种对于抓，是的，对面的话是让福田，这让这个 Lisa， 哎呀，我的话都不会说了，让 Lisa 去先锁一个福田的一个双塔阵容啊，高沙一马，他们这个打法上就很多变化了，而且也有一点以选代班的意思。是，啊，看一下这边秦泽这边先搬掉了阿神，杨兔子这边估计还是要给自己留一手的，没有公益，没有阿神。那这种就是搬了老鱼头，直接搬了老鱼头，他们就知道这个 K 必不是秦泽吗，就已经料定你必不是秦泽了，那你就只能去拿一个赤木了，那这样的话自己就可以选一手藤真了，反正藤真阿神啊，对啊，这直接藤真阿神都可以，公益你拿了我就拿，拿潮起我觉得不太好，不太好，真的不太好，完了，那 Lisa 自己一个人要打得很累了，这个就是一换一啊，但是其实 GPS 这边除了也没什么进攻策略，而相反来说 Lisa 这边要多一点进攻策略，对，但是就看小 K 能不能自己去打一些机会球吧，因为说这个秦泽老是用鱼柱去扣篮上篮，会不会梦幻舞步搞起来，说不准，而且另外就是小 K 他自己的短发樱木的进攻的一个侵略性也蛮打得不错的，是的，那这一局在没有鱼，其实鱼柱啊这个点虽然说他抢板挺厉害的，但是他其实也是一个分球点，他也是可以在内线去牵制住一个骗跳的人，但是赤木的话感觉完全没有，就大家就感觉就放赤木的，不太会去守这个赤木，是的，那现在就看这边谁能够在唯一进攻点上去打引出干扰篮板球，小 K 拿到了这边的一个进攻篮板，继续来大不了顶吗，就跟你顶头了，这局还第二个就进，哎，运气有点好啊，是，而且是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两球就进一球了，这边也顶头，但是这边挡拆出一个空位不进，你严重干扰进我空位都不进，这不是人比人气死人吗，来看这边兔子这边又是没什么好的机会出手篮板球，跳早、啊、跳走了、KYL6 的篮板，看一下阴阳兔这边给到 Lisa 一点上篮被帽，转身再一个抛投严重干扰顶进去3-2，那接下来就是要看这边怎么去打进攻了，顶继续顶顶顶严重干扰，那这样原版大家都想在最后变成了一个地板球，是的，一群人都扑了个空，来上
二点这背身了。哎呀，小 K 转了一下身，如果他面向的是阿福的话，倒还能盖一下。是的，对，冠北还是要顶头吗 ？Lisa 这边过来补防，没事，可以考虑再投。顶头就顶头，这球没进。篮板球，掉在了 KY6 的手里，砸下他的头。看这边，又是一个空位出手后仰。那这样的话，现在 Wink 这边打的就很稳定了。是的 ，GPS 的话只有一个工艺，只有一个工艺去顶头，没有其他的机会。但是 Wink 的话，他们还有一个福田。对，他现在就是指望就是小黑一换一，然后剩下就是让 Lisa 单防小 K。那我就不管了呀，如果你阴阳兔兔这边不跳的话，我就跟你顶头了呀。但是板也没有保得特别稳，板丢了。是，然后再看这边。板丢了给到 Lisa 这边，阴阳兔兔也顶头，严重干扰，篮板球，秦泽拿掉，就投了。直接投。他已经回不了头了，他回不了头了，回不了头了，有啥放啥，收手吧阿祖，外面都是成龙，别投了，出来了，哎，看一下这边往外挡拆，没选择自己直接来，而是选抛投，哎，篮板小 K 拿到，那这样开始了，冠北直接投，真的不考虑冒一下吗？就干扰了，已经这么简单的打法了，哦，没冒到。现在就指望就是投进球是一球，但是你这样一个顶头，你十几球进两球还是蛮难追的。是，看这边还是没进篮板球，还好有板，再来一次喽。直投，没进啊！再投，再投，再来，回不了头了，真的回不了，真的回不了头了。Lisa 想过来补了 ，Lisa 已经想过来补了，但是他也走不太开，他怕他走开了以后就樱木就有机会了。嗯。所以也不能放，就只能让你这样看着你顶。顶，你终于进了。哎，不容易啊！这顶了多少个？七八个了要。七，大概有，反正七次出手绝对是有了。是的，以前这个游戏还有那个就是系统举报，就是如果你一直这样玩的话，你会被系统举报。我曾经被系统，我玩故意被系统举报到，就是我打不了排位。就默认你出手太多次。对，但是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打法呀。三个人都去扑空了，但是 GPS 这边还会继续顶，只要篮板不丢，三分不灭。对，再来喽，严重干扰，进了，好消息啊，九分了。那这样的话就是继续顶，给到 GPS 的信号就是继续顶。嗯。呀，慢了一拍，没关系，顶进个三分就平了。是，但是现在 GPS 其实还是要在防守这个 Lisa 的地点上多下点功夫。三分没中，篮板球，篮板大招，篮板，哎呦，抢下来了。看这边 Lisa 的这个得分率还是成功率很高。是，来，难受了，这要是额外的两分出来，那投进个三分还差两分。继续顶，哎，被截断了。是，哎呀，这一下子一来一回，瞬间四分了。这样追分还是不可取。嗯，太赌了，这就说实话就赌一个成功率。嗯。改变策略了，而且他们如果一直让 Lisa 这样进球的话，这个比分还是拉不开呀。进去 ，Lisa 自己打，想挡拆一下。再来。K 幺六在挡拆，但是其实也无所谓。哎，有机会了，再投。我不是要进了，瞬间变成十四比，再防一个，再防一个，拿两分，拿两分，再防一个拿两分，反正秦泽这边应该有大招了。哦，23秒，看有没有机会啊？冠北再顶吗？最后时刻还要顶吗？咦，进了，那就这最后不顶了，最后就因为只有两分了嘛，开始跟你打极限，防一球。这一球防下来，必须防下来。Lisa 呀 ，Lisa 应该在全部的压力。Lisa 应该在找机会，找制胜的这一球。哎，绝下来了，这是个机会。这是个机会，有没有绝杀补扣啊？看一下能不能哎，但是他很机会底下拦底下的、哎，漂亮。他当时准备要传赤木的时候，他意识到对方有人在要饭，所以不敢传。是，但是这边没进、哦、平局，那现在进加时。大家去看这边怎么打了、哦、惊心动魄顶了一整局，先开几个大招，没冒到，没冒到的话接下来就是 GPS 可能就继续一个一方针，就继续投，不急，可以考虑让小 K 去打，投出去了，篮板球，左边，我是天才，可以先补扣，
还有一手称霸全国没用，那么还有就是可以让小 K 自己找机会去侧头都可以，但是现在就要先防一个下来再说。是篮板球，篮板球可以，这可能是个转折点，别被掏了，传球注意不要传给高沙，称霸全国没冒下来。那行，这两分拿到手之后 GPS 反超比分，但是还有37秒，一定要进球，先开一个大招。哎，我是大招没冒，没冒到，这一下子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30秒，如果这时候能进一个三分啊，就能杀死比赛。三分进了，太棒了！这一记三分要了命啊，顶了一整局，就靠这一球。说明就是滴水穿石，冒下来，冒下还冒下来了，地板球这边硬要突突油。赶紧进一个，给 Lisa 先打一个，快点控位，这球能进，但是这个时候还差一分，赶紧掏一个，赶紧掏一个，这必须赶紧去想办法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断一个，拖时间一下，那很容易被截，朝金要突突还是可以截球的，看看能不能要分里面。哎呀，地板球拿到了，最后五秒，上篮，对方上篮，轻则。大家对于流川枫的一个好像不怕了，对竞选力不是很高了。其实觉得宫城良田反而是最烦的人，就是你传球也得当心。对，现在这节奏真的很烦，很搞心态。是的，Lisa 这边毫不客气，流川枫先选上，那这边继续我投死你，然后另外侧，就把这个打到底了吗？可以，那感觉硬要突突还是他会搬潮旗吗？还是要拿潮旗啊？刚才那个其实防守效果还可以的。那如果说我是 GPS 的话，二搬我就把那个小黑搬了，把小黑上搬位，然后硬要突突直接去掏一手池上，直接掏一手池上出来。池上我觉得真可以啊！哎，木生一、可以也行。是的，拿你冠北的木生一打你冠北的工艺。对。哎呀。都行，其实都可以，就大家互相折磨嘛。哎，老鱼头怎么又进去了？那就吃不高兴、对，秦泽想的是，我一个中锋，我只是个混子，但为什么你连我的老鱼头都要搬？好过分啊！是，但是秦泽也证明了，我在没有这个打垮他们的情况下，我也能给你们贡献出价值千金的一帽。是啊，但是现在就看。这边是否能继续投，就疯狂就是三分顶进去，而另外一侧就是拿到了流川枫之后是否能够打出该好的效果，但是阵容上面真的没什么问题，因为高沙加流川再加阿木，这其实说实话是攻防两端至少来说都很平衡的一个阵容。就是流川枫和木生一的话就是还是打挺好配合的，因为流川枫是一个很好的终结进攻点。看一下这边双方的第一波争球，现在这边先把球给拿到手上，然后看到这边小 K 侧头控位，果然还是补防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自己人啊。对，就还是记住对方拿出这个双塔加上三分的阵容，就一定要注意射手，你防了没关系，但你补了射手之后，另外在第二进攻点你也得想办法去补回来。我没关系，还好没漏这射手控。他们这一局的策略就是要把你这球盖下来了，就不会再说去把，因为选到木生一嘛，不会再想去直接给你干扰了。是的，然后看这边再传。再分，哎，直接冒下，这样的话直接地板球拿到 ，GPS 重新进攻，分球给了小 K，小 K 直接顶着投，但是秦泽的这个进攻篮板拿得很稳，再给撞扣篮，内线无人，那这样两分又是很稳的拿到手里。是的，现在是一个4-0的开局，还不错。来看一下阴阳兔兔这边持球晃一下没晃倒，继续给流川枫做一个终结进攻，自己进去，假投真传，倒了，倒了速投。而且关键是另外一侧冠北的工艺手有点小短，根本冒不到。其实已经是安排好去补防了，但这个奈何地方速度还是太快，这边直接顶头了，篮板脸头，脸头好球，好脸。这球一定要进。这边再晃，依旧是，但是现在我可以感觉 Lisa 不敢轻出手，脸上这个工艺是有点烦。哎，有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对方第一时间补上来了，而这边又漏了，这有点尴尬。刚要如果工艺不跑开继续盯着的话，其实 Lisa 真的不敢出手。嗯，快北直接顶头，长板再来继续，再来再抢，哎，这次板没有了，这次板就没抢到了，再投被冒下来。地板球这边 Lisa 拿到，来看一下阴阳兔兔继续晃，
假头真传。二点换的是一只左手，然后右边的人，右边的人都空了。这只左手够不到啊。哎，这只能说是非用非常用手，这种就很骚。嗯。然后再看这一侧，杨兔兔再给到 Lisa， 现在就是脸上这个工艺就真的很烦，自己出手可能就是说并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二中一。再出手顶。没顶中，篮板被对方双塔给拿到。现在 GPS 又是他们的球权。呀，小超这边看你手一伸，我这边直接跳起来。对他反应很快，他就是看到对方倒了，倒了，而且从原地的帝王缩头，但是没人爆。两个人就是好像两个人都跳了不一样的那个帝王缩头的点，我看赤木和樱木。对，一个跳的是他侧头的点，然后一个人跳的原地点，但是都没冒到。嗯。哦，这边顶进一个。接着顶。哎，我觉得这一局阴阳兔兔的木生一闯这个工艺就没有刚才冠北给到的压力大，还是冠北的刚才那个反应要更快一点。是，但是这边哎，高沙帮做一个挡拆了以后，这边木生一直接一个空位出手。是的，这个机会很好，偷得一手好机，然后再看这一侧，直接顶头再顶，还是反应慢了一点。嗯，没事。而且可哎，这要饭要到了。是的，阴阳兔兔这边晃一下。但这边只差一分哦，接到了，假头出来，对，这边挡住了，但是两点可以。哇，这我说实话，阴阳兔兔敢打、嗯。一般性很多人都是阿木被撞停之后就直接选择传球了，而他选择直接自己再打。不是我的了。抢到一个篮板球，是在黄。这球只要打进的话，自己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领先优势了。这边接到了。这是一个严重干扰，没进，但有进攻篮板，继续慢慢来。再晃，找人晃 ，Lisa 直接一个抛投，好球！现在是14-11。哇，这是把比分打反超了，而且反超的蛮多的。是的，而且关键是现在 GPS 这边不敢轻易顶了，还顶。这是一个轻干扰，但没进。嗯，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这没冒下来、哦，两个人都没冒下来，但是有板大招篮板。但是有板，这边 Wink 这边拿到板之后，现在可以自己先拖时间，然后接下去再打进一球，那基本上这一局的一个胜果应该是自己能拿下了。是的。这边地方分球，直接选择二点，哎呀，又是这个小抛投。啊，这确实是左手上来，但是他们也站在左边了，没有冒到。站左边没冒到，就很难受啊。看这边，投虽然进了，但是。23秒，这一下，接下来一球要防进，还要投一个三分，能不能拉个帝王三出来啊？帝王三有没有？只要进一球就行了。要通过这边进一球，就基本上 Wink 这边就能赢下这场比赛。三秒，不着急啊，6秒、5秒，投篮板球，对面出来了，来了，这时候就看这边怎么说。必要防下来，必要防下来，擦！哎呀，来，樱木，肯定是樱木。无论樱木起手打双塔都行，是不是要先把鱼柱摁了？Lisa这边毫不客气，我就玩我的阿福。搞啥？可以先拿，反正最后一手阴阳兔兔是关键。这一局，我感觉阴阳兔兔他那一手就是一个康特位。如果你不先选鱼柱的话，板还不一定能比对面强。你如果不拿鱼柱的话，你先拿工艺。这就真顶吗？真顶，顶到底。那这样的话 GPS 这边肯定先搬一手会限制攻益的人，搬小黑或者阿木，哎，小黑进了，那对方肯定就留一手阿木了。那这样的话对方就是老鱼头上，老鱼头进班位，老鱼头进班位太准了，阿木池上都可以。阿木，但是阴阳兔兔就还得要更果断一点。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来之不易的大招，也不想就空掉。有的时候就抓没抓到，你空放一个大招，就很宝贵的大招。是，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其实也挺好玩，因为我感觉是这样，就算是可能会输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看，应该估计在搬就是 BP 的时候，就可能双方球员的心态就可能会轻松一点，就会觉得是哎，快把青瓷的老一头搬了。那也可不轻松啊，就第三名是有奖金的，第四名就没得了。那就是你的打都打到现在了，我手机屏幕都快戳破了，我还不奋力搞点钱？你奋力搞点钱，那搞点钱就是多买一件背心嘛。哎，那看看这边双方这个再点局，现在就是 GPS 现在1-2落后，能不能扳回城？是的，
GPS 的阵容没有变啊，还是一个双塔加攻翼顶头，那看看这个唐国超天会不会应对的更好一点。嗯，好，看这边接顶还是锲而不舍，但是这边啊，第一个篮板争夺就已经失利了，抛投严重干扰，篮板球这边还好是捡了回来，那 GPS 可以重新继续顶，反正他趁他现在没能量赶紧顶，赶紧顶，哎呀，一阳兔兔说，哎，你投认你投，反正漏过一个帽子算我输。真的是以战代练，你都打了这么几把了，我一把打下来，我还不能长有点长进吗？这疯狂嘛！现在感觉 GPS 就有点难受啊，想投却投不出来。哎，一眼被帽 ，KYL6 拿到球，但时间来不及。嗯，那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波将近40秒的时间，基本上双方都没有什么一个进攻建树。但这边一点的话就来不及反应了。我这他在我就两个人在外面对线，然后里面四个大汉就在等篮板。对，四个人在里面摔，哎呀，这一球传的。瞬间就给机会了，是的，唐国超在那边两分领先，而且最尴尬的是这一球还是吃了干扰，来看这边不敢轻易投了，知道对面差不多应该有能量了，直投进了，开局还是比较有利的，跟刚才那一局差不多，是，那我估计接下去阴阳兔兔所有的大招将会全部交在冠北身上，不可能，黄岛帝王速投又掉一个大招，但是能量应该估计会回一点，对，这球进了，那稍微再等个几秒就有大招了，爽扣篮被冒掉地板球，冠北拿到，是的，重新来，再来，冠北自己再来对线投篮板球，这边补篮到手，5-4，如果一直是进攻篮板的话，这边秦泽可以进两分，那其实对于 Wink 来说也不是很好，等一下Lisa 抛投被帽地板 ，KYL6 拿到地板。那至少来说，现在 Wink 还有球权。嗯，看这边抛投，抛投严重干扰。哎，又进 了。我感觉现在 Lisa 特别喜欢用抛投来解决呢，因为抛投这个东西不太好冒，但是给干扰大概率是不进。看这边，投进了，哎，没进，脸投，还没进，两个补，哎，太夸张了。差一点点，要是这个没有进的话，对方又要开始打两分了。是的，7-6，看这边再给转身晃开，哎，上篮，瓦丽萨，哎，铁了，没进，再给木生一，被撞停，到里面去扣篮，哦，没好普通，朴实无华，但是很有效，敢，你居然敢，哎，都没进，但是打铁。哎，也补偿了刚才一个干扰球顶进去，这个很友好啊，那个幸运女神永远不会永远眷顾你，双方都会各打50大板，来看一下这边大招没冒下来，那这样的话 Wink 这边还能继续扩大比分优势，虽然是一个三分，但是顶进去了，哎，先看大招，黄金大招这边没人冒下来，那现在基本上还得是看这边Wink 能不能防住外侧攻翼的这样的一个进攻，严重干扰，篮板我们保住，再来，再给到这边 Lisa 不急，再找机会，没事，慢慢来，对于 Lisa 人她不急，哎，但是这个没有投进，直接投，哇，我不再用技能投篮，我直接投，你有本事你冒，现在我感觉就是告诉这边兔兔，就是你要么就是猜我用的是技能直接投篮，还是选的是普通投篮。那12-12了 ，GPS 的球权。他们就冒一补冒补防二回，哎，哎呀，但是篮板球补扣冒下来了，冒下来了，应该是阴阳兔兔冒的。是的，但这边一个空位，两分到手，无效盖帽，无效盖帽，有效盖帽是转化为地板球。这边转身没撞停，再横传，不急，慢慢来，抛投空位，好球，那现在比分依旧非常焦灼，是，能不能防一个下来，没有，冠北又要开始了，哎，这边 Lisa 过来补了，直投，Lisa 一走开，冠北就不跳，不跳他就永远顶头一点，是，就跟你拼，他就觉得就是
伊阳兔兔这边不敢轻易的交出大招，但是这一球竟然严重刚顶了进去。关键是 KYL6 能在这样的双塔里面一直在抢板啊，辛辛苦苦兢兢业业，老公巨人了 啊铁了，这谁能相信啊？哎呦，还没倒下来，地板球拿到，这帝王三，又这完了，杀人诛心的帝王三一投进去。GPS 凉了半截，是真的没有愧对这个 KYL6。 其实我感觉 GPS 这边最难， GPS 这边已经不管你里面两分了，他们三个人贴着你攻野。不是 GPS 现在就很难受的一点是之前两下控位全没进，这太难受了，冠北心碎了，心碎了，心碎了这控位都不让我进，我好难受啊。我们来一决胜负吧。但是这边也是恭喜 Wink 糖果超甜是获得了这次的季军啊，这个 KYL6